接下来要请我们一位微博达人给大家做一道非常创意的沙拉菜，是谁呢？就是薇薇安，欢迎薇薇安。大家好，我是薇薇安。啊，我听说薇薇安平时的时候，除了做沙拉菜之外，更主要的、更会做的应该是做西点，尤其是什么？尤其是翻糖蛋糕。没错，那现在有一家自己的小店哈，那在网络上可以说是相当的风靡，叫玛莎的厨房。OK 了、嗯。那么今天呢，同时欢迎我们顾老师，哇，再次欢迎了，是不是？我和顾老师一定要吃你的这个沙拉，听说是你自创的，怎么体现出它的自创来？主要是沙拉酱是自己来制作，而且呢，今天我们使用的是橄榄油。我们知道橄榄油它的就是，如果说在不加热的情况下，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各种不饱和脂肪酸呀，所以说还是比较有益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也就是我们偷偷的把橄榄油的这个营养给它加到那个沙拉酱里面，偷偷的把那个营养吃进去了，对，是不是？当然主料就摆在这边了，有土豆，还有我们的胡萝卜，还有这是焯好水的玉米，是不是？对，应该煮熟的玉米粒。玉米粒，然后这是呢青豆。青豆，这个青豆需要泡吗？提前？青豆其实一般呢，我们就是很难买这种生的，然后基本上在超市呢都是在冷冻专柜，这都属于罐头型的。对，其实我们回来用热水稍微一加热就可以食用了。一定要加热，因为它那个里面会有一些防腐剂啊。对，防腐剂。再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豆类当中啊，如果要不熟，它有些抗营养因素，也就是说吃了会拉肚子。所以说我们做沙拉的时候，其实给它焯水的过程就等于是预熟一下，预熟一下。包括土豆和胡萝卜也是一个道理。那这边你还准备了一份，就是。哇，这是金枪鱼的罐头，是不是？哦，吞拿鱼。对，像吞拿鱼呢，一般分两种，一般是水浸和油浸的。这个是什么浸？这个应该对油浸。油浸，可能呢也会有橄榄油浸啊，还有一些色拉油浸。所以说呢，它其实如果说有一些高脂肪呀，或者说我们可以选择水浸色拉，这种金枪鱼。那水浸那个口感会不会照着油浸的差很多？其实不会差很多，但是呢，它可能口感上可能会更清淡一些，哦，没这么油润了。对，那它这个可能口感更细滑。滑一点点，是不是？对，油浸的金枪鱼罐头一份。当然，我们说做沙拉酱少不了的就是鸡蛋，还有呢这个柠檬，是一会儿的时候要调味道的，是不是？首先呢，今天我们选用的这个油脂呢是橄榄油。我们知道呢，橄榄油比较健康一些。然后，如果说家里没有橄榄油的话，也可以选择像一些大豆油、玉米油等色拉油。但是呢，千万不要选择花生油，这样香味非常大的一些油脂。所以说呢，我们基本上尽量还是选择橄榄油啊，就味道相对来讲。寡淡一点，别那么强味儿。对，没错。如果说像花生油的话，它可能做出来的、就变成花生的那种香味儿。对，一般像花生油、菜籽油是最不能选的。菜籽油味儿很大。对，菜籽油和花生油呢是属于这个香味儿比较浓郁，它有特色的。来，我们看看怎么去加那个橄榄油。首先呢，我们需要两个鸡蛋。两个鸡蛋配多少油呢？一般都？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看我们选择的这个是浓稠一点的。然后还是稍微稀薄一点的。那一般的话，比如说浓稠的话，会配的油会多吗？还是怎样？你猜猜看。我觉得浓稠的话，肯定会油会少，因为如果加油，它就等于像加水一样，它会吸掉它。其实是完全相反，错了，是相反的，你这肯定是错了。那是怎么？那你的意思说加油多的话反而会稠？稠。对，其实呢，它是一个蛋黄跟这个油脂然后一个乳化的过程，所以说随着油脂的加入呢，它的密度会很大，然后它的酱呢会反而更稠一些。哦，就是说它是一个靠油来增加它的密度。对，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油一下倒进去，我们要慢慢往里加。然后呢，所以说这个沙拉酱都是从稀到稠的一个过程。我们随着这个稀薄的过程，然后选择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状态，然后慢慢的往里加入这个橄榄油。我们现在呢，往里放入一些盐，然后来调一下味儿。需不需要放糖呢？这个是不需要的。然后呢，我们来用鲜榨的柠檬汁。如果说家里没有柠檬的话，加一点白醋也是可以的。哦，就是提酸的味道。对，鲜的柠檬挤进去。两个都要用吗？这两半？对。看来今天真的是做西餐，西方人特别喜欢这样子直接现榨的这种柠檬汁的，是不是？大家都是要靠这个挤柠檬来练手力，看谁的柠檬水挤得越多，说明谁的臂力越大，这是他们的习惯。对，然后呢，我们来倒入橄榄油。一般的话，你感觉像咱们今天这个量，两个鸡蛋配多少油会比较合适？应该是2:1的比例吧。2:1，一般一个鸡蛋是50毫升左右，油会比较多，油会多。2:1，那就是两份的油，一份的鸡蛋。其实我们平时看到沙拉酱，看上去好像没有热量，没有油，对。对，但其实它的油脂含量是很高的。哦，是这样。而且今天我们做的这，你看到油要比它多出一倍，对，这还是做一个很稀薄的沙拉酱。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呢，应该是一个食物搅拌机。然后这个还会动的是吧？
这怎样？这它呢不同于我们普通的搅拌器，它呢会起到一个匀质的一个作用，然后会像我们如果在家里经常烹饪西餐的话，可能会做一些土豆浓汤呀，然后需要直接把这个食物在锅里打碎，然后像我们普通的是需要放在一个搅拌机里，然后来碎它，所以就用这个会比较方便一些。也就是说，这个是你今天带来的小武器、小伴侣，是不是？对对对。那一般的话打这个会很打很久，是不是？还好。好，开始了。然后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的这个状态还是稍微有点稀，所以说我们要一直在往里加入这个橄榄油。就是说我们是逐渐的加，不是说一次性加足它，是不是？对。好了，那这边呢交给我们的魏远妈妈也来打发。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吗，魏远？我觉得其实还，哎，我看到这个，其实您今天打的这个，你看刚才大家想象不到那么稀的一个蛋，居然会变到现在，其实它已经开始有点稠了，对，是不是？已经变成我们常说的那种沙拉酱了。就这个才像一个沙拉酱，是不是？对啊。那我们这边的话，打到几分钟会变成这样子？刚才我看了一下，没多久。对，差不多三分钟吧。三分钟左右。对对对。那如果用家里那个打蛋器打的话，可不可以？比如说没有这个机器。可以。其实家里的打蛋器啊，手动打蛋器，就比如说要那啪啪啪啪一直这样。铁刷子一样的那种。对对对对，就是。那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把它呢放在我们的一边。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调味非常简单，就只有一点点盐和一点柠檬汁，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再加，比如说奶油之类的东西吗？对。就这么原始的味道。嗯，对。哎，我现在可不可以先尝尝看它的原味，好不好？可以。那尝尝看。好不好吃？哇！哎，这个跟我们常吃的市面上买回来那个沙拉酱不太一样哎。对，带着橄榄油的清香，对，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咱们吃的常规的那个沙拉酱，我估计肯定不是橄榄油。它不是橄榄油，对，它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成本，就是肯定用的各种油，所以这个味道就没。对，那我在想说，如果说自己喜欢它，可不可以就打发的时候加一点糖之类的？因为我刚才看它那个味型中还属于是咸口的一个酱，可不可以加点糖，然后调调它那个口味？可以，如果说我们自己喜欢甜味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糖。这个味道很清新，特别特别的清新，而且能出来那个油的香味，同时还有那个本身酸酸的柠檬的清香在里面。这个一般我们比如说做完之后一次打发比较麻烦，我们放在什么地方储存比较合适？可能我们盖保鲜膜，然后放在冰箱冷藏，大概能放3天到5天，就属于是还是一个不能储存太久的一个酱。对，其实我们自己做完，然后它不含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的成分，所以说它肯定不会像我们买的那种沙拉酱一样，在冰箱可以放很久。明白，就没有防腐剂这种东西，是不是？好了，那这边呢，我们有请我们的魏亮给大家调好一份我们的沙拉，是不是？酱已经做好了。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是自创的一个沙拉酱调的一个沙拉，希望观众朋友能跟着我们的方法一起来学习一下。对，刚才有用到这个沙拉酱里面那个橄榄油啊，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效仿地中海式的那种生活模式。结构 对这个橄榄油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说现在一说油就都提倡用橄榄油呢？像橄榄油呢，实际上就是它原产地是西班牙了。那么西班牙当地的人呢，他对这种油的了解呢，就是因为他们吃这种油会发现不是那么胖，就是体型不那么胖，而且呢，他们很少得心血管的疾病。那么尤其是像冠心病和中风这种血管长斑块的疾病，他们是非常少的，而且比较长寿。咱们传统上吃的那些花生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玉米油可能都不如橄榄油健康，因为它里面含有多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它的含量要达到60%到80%。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是你越吃油反倒越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吃橄榄油的话，对，第一不会担心摄入过多的热量，第二的话它还会帮我们消除一部分血管里面的脂肪，让它去该去的地方，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运输环境。你像我们的血管是运输用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其实做这个沙拉，第一体现出来，他自己做的话没有添加剂。第二就是说，这个油质的选择，不是说吃了沙拉酱之后让很多朋友觉得热量摄入太高，是不是？对呀。好啦，今天这个沙拉也算是一个减肥版的沙拉。是。这是最后要把这个油浸的金枪，把我们喜欢吃的这些好吃的摆在最上面，看到是大块的金枪鱼。这个金枪鱼呢，它的营养是非常好的，怎么讲？里面呢有绝对的高蛋白，而且呢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是 N3 系列的。这个 N3 系列就是我们常说的欧米伽三的多饱和脂肪酸是养护心脏的，所以今天咱们这道菜呢，对心脏病的老人啊是非常有利的一道好的食材的沙拉。现在平时都是吃点鱼罐头啊，真的很省事，因为你想看这样的鱼罐头买回来之后，第一味道已经给你调好，简单一烹调的话，就出来很好的菜肴。
是不是？今天这套四川大功告成了吗？薇薇？嗯，对，差不多没有油烟，而且非常味美，没错，而且是高营养的。Okay, 今天玛莎的厨房又飘出来一道很特色的料理，那接下来我们就尝尝看吧，好不好？尝尝看好不好吃？来来来。我们一般拌沙拉都会把那个酱淋到那个食材的表面，今天我们是直接把食材丢到酱里面，这样拌得更融合，对，是不是？嗯，它会保持住食材本身的清新滋味，因为没有因为那个沙拉酱本身那个很重的沙拉味道把食材的味道给掩盖住，所以它是一个很尊重本身沙拉里面食材的一种酱，对，原汁原味的。很多身材发福的人，比如像我这种吃沙拉的时候会有担心，就一口沙拉真的是一口肥肉的效果。今天这个就让我觉得说吃它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变胖，因为沙拉再也没有负担。对啊，就是我看你打发的时候没有什么太让我担心的东西，是不是？对，鸡蛋是每天必吃的，好营养的，橄榄油又是最健康的，所以整个是个低热量的。我有个想法，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加点酸奶一起拌一拌，对，也可以，很棒的，是不是？嗯，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谢谢薇薇带来这么滋补的而且又这么简单易学又时尚的料理，谢谢薇薇，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